魏总督齐善怀着鬼胎夜访林则徐，实质上他就是来摸底的，听听林则徐到广州之后具体怎么办。林则徐心里透明白，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。想到这儿冷笑一声，禁绝鸦片，势在必行。兄弟受皇上知遇之恩，肩负重任，为国除害，这是责无旁贷的。差事再苦，事再难办，我也要尽力而为之。只有这样，才谈得上上报皇恩，下慰百姓。至于怎么办嘛，我现在还很难说。只有到那块儿随机应变，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中堂说明，我已下定决心，鸦片一日不绝，林某就一日不离开广州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太有理了。少穆啊，能否听我一言？这个禁绝鸦片嘛，这个关系重大呀。如果是我们大清国朝内部的事情嘛，都好办，哎，怎么办都可以。但是这要涉及到洋人呐，英吉利那些英夷不是好对付的喽。他们不仅船坚炮利，而且生来的野蛮，一旦因为禁绝鸦片引起战争，后果不堪设想哦。少穆啊，你千万要审慎对待。多谢中堂关照，则徐就知道为国尽忠，为民做主。关于我个人的荣辱功过，我早都知之在九霄云外了。英夷如果实在挑衅与我开战，我就以牙还牙，绝不含糊。我齐善想摸摸底，一看林则徐这态度，他把后半截话咽下去了。哎，好，我佩服，我佩服。这么办吧，那么辞去广州万水千山，你要千万保重虎体。另外呢，少穆啊，我们都知道你一生清廉呐，但是有那么句话叫穷家富路，离开钱呢也玩不转，是不是？我这说着，齐善从怀里掏出一张20000两银子的银票，往茶几上一放，嘿嘿嘿，这是穆中堂和我本人一点意思，你拿去用吧。林则徐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立刻是火撞顶梁门，他真想把这张银票甩在齐善脸上，同时痛骂他们几句：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也想在皇上面前揭露他们这险恶的用心。但是林则徐想了那么一会儿，又把自己控制住了。要到了林则徐的书房啊，非常醒目的地方就放着俩字儿，都是林则徐写的，叫制怒。什么叫制怒啊？自己提醒自己千万要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往往由于过分的激怒坏了事情。现在他把这俩字想起来了，林则徐用了很大的气力才把这怒气压下去。中堂大人，非常感谢，我手头不缺钱花，请你转告穆相代我致谢。在临别之时，我想跟中堂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哎，请讲。
兄弟此次赶奔广州，主力重重啊，在禁烟方面肯定会遇上许多麻烦，希望中堂和木相能够鼎力相助，起码不要给我制造麻烦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来啊，送客送客。喂少墨，等，你说我这出手的银票怎么还能拿回来呢？哎，那我就把它留在这儿。不，你一定要拿走。我好吧。齐善小脸气得刷青了，嘴唇都紫了，伸手把银票揣到怀里头，是拂袖而走。林则徐连送都没送，单说这齐善一溜烟儿回到穆相府，见着穆章阿，进门他祖宗奶奶就骂上了：“这个林则徐不识抬举的东西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怎么撞了南墙了？让林则徐给撅回来了，对吗？何止如此啊！”他说那话简直难听，不堪入耳啊！他就没直说，他拐弯抹角就说让咱们不要给他制造麻烦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这还了得？他说我还行，尤其指名道姓提到木匠你的头上，真是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早就说过，我们跟林则徐势不两立，有他在就没咱的好果子吃。相爷，你说下一步咱得怎么办？哼，齐善呐，这在预料之中。不过呢，我说过，咱们先礼后兵。既然他敬酒不吃，想吃罚酒，那就休怪咱们不客气了。您打算怎么办？扶耳过来，这么，好，我明白了。齐善，马上照办，关系重大，绝对保密呀！一旦张扬出去，走漏了消息，你我都活不成了。卑职明白。那个说他们干什么呢？穆章阿想了一条毒计，想要半路上把林则徐给干掉，这叫狗急了跳墙啊！不把林则徐给干掉，对他们实在是不利。也就是说，林则徐存在一天，对他们是最大的威胁。他们的弊病都在广州呢，干脆说就在广州海关监督玉坤身上。如果到那块林则徐抓着什么把柄，那还有他们的好处吗？要不怎么说叫狗急跳墙呢？穆章阿提起笔来，刷刷点点写了封密信，封好了交给齐善，叫齐善派人用600里夹击飞送广州。到广州交给他们的亲信叫武少荣，叫武少荣按信里的话办。那位说信上怎么说的？这个下文书咱就详细说了。咱们翻回头单说林则徐，他考虑到禁烟的重要啊，不敢在北京多耽误时间。第二天早晨就决定了启程的日期，叫手下人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时间是1839年1月8日，在这天上午，林则徐到紫禁城向皇上毕辞。毕辞呢，就是跟皇上打个招呼，臣要走了。其实见不着皇上，就是冲着乾清宫磕仨头，这就叫毕辞。下午带着20多人，4辆大车浩浩荡荡是直奔广州。什么文武官员送行啊，这些寒暄咱一笔带过。
咱们单说离广东不太远有个地方叫韶关，这个韶关的地方并不大，但是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十分繁华热闹，从京城来的必须路过韶关才到广州，从广州进京办事的也必须路过韶关，所以呢它是个交通要道，也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。小地方不大，热闹透了。最近一个时期消息传来，奉旨的钦差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，老百姓就沸腾了。而且呢韶关的老百姓还听说林大人要在这路过，还要在这住宿，还要访查民情，哎呦，老百姓就更高兴了。十里八村的附近州县的人纷纷赶到韶关，要一睹钦差大人的风采，所以这韶关就更热闹了。再看这街上每天都出动不少的民夫，净水刷街，黄土垫道，沿着大街两旁边的铺面油漆彩画一新，家家户户是张灯结彩，准备迎接钦差。过了日子不多，消息传来了，林钦差到了，林大人到了韶关了，这座小城镇立刻就沸腾起来，可以说是万人空巷涌上街头啊，你挤我我推你，都想看看林钦差的尊容。本地的衙门可忙坏了，尤其这些当差的在这守候了两昼夜的，维持秩序恐怕发生意外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，手拿着马鞭和藤条赶打围观的老百姓。尽管如此，老百姓赶走了又回来，赶走了又回来，排了两道人墙。咱们单说韶关镇的十字街是这个城镇的热闹中心，什么茶楼啊、饭馆、酒肆、妓院、戏园子星罗棋布，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在此聚会，平常那人就拥挤不动，何况钦差大人来了，这人都挤成了人疙瘩。靠着十字街路北了有一座太白酒楼，专做南北大菜，很是出名啊，平常人就很多，今儿个人满为患，座无虚席啊。为什么呢？都想占个好地方看看林钦差，居高临下看得清楚。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主，这人个头并不高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刀条子脸，尖下颏，一对小母狗眼儿，稀不楞登有那么几十根黄胡子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穿青挂皂，手里提着长条包袱，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，看年纪呢三十五六岁，饭馆没开门的时候他就到了，刚开门他就上了楼了，把这窗户占了一个好座位，要了满桌的酒席，他也没心吃，吃两口探着脖子往外看看，喝口酒站起来走到窗户上往外瞧瞧，看得出他也想看看林钦差。他坐了很长很长时间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铜锣响亮，人声鼎沸，晃晃晃晃晃，钦差大人到了，钦差大人到了，闪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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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，两边躲闪闪。太白酒楼上吃饭的全站起来，哦呼，就呼到五个窗户的前边，人压人，人落人，都往下看着。
可这个人呢也挤进人群，由于他长得也瘦，个头又不高，挤个缝就行，所以他挤到前面去了，手扒窗户台往下一看，嘿，林大人的道队已经到了十字街。走到最前边的是本地的文武官员，什么知县呐、县城啊、县尉啊、守备啊、都司啊，一个个忙活的是满头大汗，他们也不敢骑马，也不敢坐轿了，就在部下维持秩序。乡亲们闪着闪着，乡亲们往后闪着闪着，他们在前面给开着道，在他们的后头是十二个人组成的卫队，不过这些人都骑着马，那些马都是膘满肉肥，毛管刷亮，马上这些骑士戴着风帽，穿着跨马服，绿裤子弯刀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都沉着脸蛋子在头前开道，这是保护林的人安全的。在他们的后头就是林则徐从北京出发带来的人，大总管林升、二总管林祥，还贴身的师爷等等等，有的步行，有的骑马。正中央就是一顶八人抬的大轿，再看那轿帘高高的卷起，往里看林则徐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原来过去啊，当官的到哪儿去，这轿帘都不敢打起来，挡得严严实实的。那这当官的最怕老百姓，也不愿意叫老百姓看，有一种神秘感，所以叫本地的知县你几乎也见不着面。林则徐跟他们不一样，自从离开北京之后，每到一处就让林升把轿帘打起来，让老百姓随便看。林则徐心里说话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让老百姓认识认识有什么不好啊？要我说，林的人跟那些当官的完全不一样，到了韶关也不例外。林则徐透过纱窗往外一看，这人也太多了，哦，老百姓都想看看自己，那就看吧。一进韶关镇的镇口，把轿帘就撩起来了，让大家随便瞧。我老百姓这回可开了眼了，哎呀，这就是林的人呐、林青天呐、长得真带劲呐、说什么的都有。有时候林则徐探出身来，向大家是频频招手致意。这个轿子艰难的穿过人群，正好到了十字街。咱们单说太白酒楼上长得那小个不高的那个家伙，这小子瞪着一双猴眼往楼下盯着，一看林大人的轿子来了，而且离得那么近，看得那么真，突然的这个脑筋就蹦起多高来，把牙咬的咯吱咯吱直响，一转身挤出来，把长条的包裹打开了，里边有两套换洗的衣服，一些散碎的银子，还有一把雪亮的单刀。再看这个主套好了挽手，把单刀在手中一抄，转身又回来了。他就好像一头野兽一样，把膀子一晃，各位闪开闪，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，老百姓哪架得住他这一步呢？稀里呼噜倒了一大片，把这窗口就闪开了。再看这个主手摁窗户台往下看了一眼，双腿一飘，撑从二楼上就跳到平地，正好林大人的轿子到这儿，他也落了地了，跟林大人之间相聚不到两米远。再看他双手捧刀，恶狠狠对准林大人的胸脯，一咬牙，心里说话：“林则徐，你给我再治！”哎，捧刀便刺。这一招完全出乎大伙意料之外，
你想想，大清白日的，那么多的老百姓，那么多的军队，那么多当官的，居然有人敢行刺林的人，这不可想象的事儿。哎，这刺客早就想好了，就利用你们的马匹大意，你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，我才可能，就钻在这空子。尽管林的人身边有12名卫队，这个卫队也没想到这时候，当事情出现在眼前，这帮人都懵了。喂，想拉刀，刀把在哪儿就找不着了。林的人呢，看得非常清楚，他就瞅一条黑影在眼前一晃，这人咬着牙瞪着眼，手拿着明晃晃的钢刀奔自己前胸刺来了。林的人再想躲已然不及，因为这事情发生在瞬息之间呢，唰就到了眼前了。林大人心头一凉，完了，就认为自己活不成了。哎，与此同时，也不知从哪个方向挤出来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快似狸猫，如同闪电一般，噌跳到刺客的身后，飞起了一脚，正好蹬到刺客的手背上，就是提刀这只手啊，啪啪啪啪啪啪，钢刀踢飞落地，把这刺客疼的捂着手腕的转身钻进人群，打算跑。可就在这时候呢，从楼上撑跳下一个老头来，看外表这老头长得五大三粗，红扑扑的脸膛，白头发白胡须，但这老头身子骨结实，动作麻利呀，像闪电一般跳到楼下，伸手把这刺客的脖领子给薅住了。孙贼，祥子问你回来啊，兵吧，俩嘴巴子底下一个定根脚，把这刺客就踢倒在地。头前那小伙，也就是踢飞了刀的那小伙，迅速从怀里头掏出一条绳子来，三下五除二把刺客给捆上了。就这些事情，从刺客下楼行刺到他被擒，也没超过30秒。眼睛不济的都没看清怎么回事，哇，这么一乱逮着了。那些保镖呢，刚才被这事情吓懵了，可这段时间就清醒过来，刀也拽出来，也来了精气神了，下马的下马，挤到出事地点，怎么着？抓了，跑不了，哪里哪里跑？这阵来了精神了。林则徐知道把刺客抓住了，也不能往前走了，一踹脚底板，大叫沾尘落地。哎呦，这地方官呢可吓坏了，都麻了爪了。大人，卑职该死，卑职该死，在我们的地面发生了这种事情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各位不必害怕，闪退一旁，把刺客带过来。哎，是是是。这阵大总管林生近前回话，回大人，幸亏有两位义士从中帮忙，把那刺客给逮着了。哦，两位义士何在？刚才我问了，人家抓住这刺客，转身挤进人群走了。哎呀，快去寻找，找了，找不着了。你看这么多人上哪儿找去？哎，方才有个老百姓递给咱们一张便签。说是那个上年纪的老者叫转交给大人您的，这便签您请过目，拿来我看。林则徐在轿里一伸手，把这便签拿过来了，展开一瞅，和字儿写的不但漂亮，而且十分规矩，一笔一划清清楚楚。林的人龙目光才仔细观看。